那我们现在在刚去拍那个拍照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和大时代饭店的一间餐厅里面吃自助餐，因为我们套票有先吃自助餐，然后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吃完，然后要去迪士尼海洋，是最快的速度。我们看到有唐老要来，哇，很幸运的遇到了唐老鸭，而且我们还是跟唐老鸭套房，真的，真的，他是特地来跟我讲的，我还是装的时候他特地来说。吃完了你去餐厅，然后还有角色在里面，然后这个是他的群像，他现在8点，然后这边也有时间。阿婆，你有拍吗？这个是到处都是，这里是东方雪。我们这边吃饭了，哇！趣味小游戏。哇，这张从早上用到现在，他妈臭成这样，真的。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在转。哦，我们这礼拜第三天早上，那个，等下刚刚在厨房吃饭，还有那个机房室，这边还有机房室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还会去迪士尼走一走，再去平行家去住喝火锅。然后这是我们迪士尼的早餐，跟大家不一样，我是自助式的，然后这个是。来观众，来看一下。拿面包皮，拿面包皮，真的是，就这样，好可爱的。
酷哦。哦，有啊。它那个包冰酷耶。它这个可以这样吃吗？可以吧。应该可以。这是今天我们的早餐。这可以这样吃吗？可以啊，就这样用的，一定这样吃的。好不好耶？好可爱啊。真的。好，这是我们早餐啊，过程吃的过程完全不重要，就这样。我也觉得好大。啊，那先这样，拜拜。感谢大家用心看完整段影片。本频道是利用养病剩余的时间制作的。至于什么病呢？请点选右上角的连结吧。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，别忘了订阅“伟中生活旅行家”频道哦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我们会不定期上架新的影片，另外也可以搜寻 FB 加入粉丝团哦。